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鼓》节目。那么在上一集里呢，师父提到了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：“求福德得福德，求平安得平安，求子女得子女。”那这就让我想到，那这样一来，不是又破坏了因果跟因缘了呢？是不是这样子？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，陈小姐好。是师父，您说啊，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，就是你求什么，菩萨会给你什么。那这样不是破坏了师父所说的这个佛教是因果和因缘的吗？这个一定是跟因果因缘相应的啊。所以我曾经也说了，求佛菩萨有用，但是呢不一定有用，是这样子的啊。如果是跟因果相应的，那就是有用，跟因果不相应的就是没有用。如果有用，那就是不是啊善神，而是那个恶神，这个可能将来要付出的代价是更多。所谓求菩萨佛，为什么还是说因果呢？一个呢是啊，我们过去所造的因，这次呢还没有成熟。那因为没有成熟，所以是呢，这个果不出现，或者是呢，因果成熟了，但是呢是一个坏的因果，不是好因果。可是呢，我们在过去世中啊，曾经做过好的事情，造的好的因，要超过恶因很多很多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呢出现了是恶因的果报，那是遭遇到这个恶劣的环境。因此呢，我们求佛、求菩萨，求菩萨、求佛，是不是改变命运？不是。而是说我们呢有一种修行的心，有一种啊学习菩萨学习佛的一种愿心。那我们如果说是通过了这种困难之后呢，我们会付出更多更多的奉献，帮助更多更多的众生，使得更多更多的人呢因我们而得到利益和福报。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并不是说不受报了，是，而是呢一边在啊这修行的过程之中付出，一边也是在受报的。同样的是受报，一个是呢主动的去来受报，一个是呢是被动的去避债。就我们如果曾经有过欠人家债的经验，以及呢被债主上门呢逼债的经验的话呢，是非常痛苦的。假如说我们有债，而不是人家来逼债，我们有能力，充分的能力还债，这就不是觉得痛苦的事。那这个就是说，如果是求佛求菩萨呢，就是缓一缓，还债啊，我还了，不是不还，我会双倍的，甚至于百倍的、千倍的还。那暂时缓一缓的话呢，那这个我这个痛苦的这个阶段没有，但是呢，我会努力的、努力的去啊，增加我的智慧，增加我的慈悲的这个福德的力量。然后呢我就是帮助众生帮助人去了。那些欠我欠债的那些众生对象，我要不要还呢？当然还。还的时候，一个是直接的还，一个也可能是间接的还。比如说我欠了你的很多的钱，你放我一马，暂时没有向我逼债，你不怕我逃走，为什么？我啊
由你的先生担保了。你的先生说啊，师傅的钱以后会还你的啦，暂时你不要找他，你现在有困难你找我，我帮你一个忙就好了，那你暂时你就不会丢我的债了。但是我以后哎，我渐渐的我也有智慧了，我也有这个相当大的能力了，这个时候我不但是回馈你，回馈你的先生，也会回馈所有的很多更多的人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这个菩萨是做了功德的。而我呢，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呢，就有更多的机会，更多的能力了，来修行菩萨道了。这个还是跟这个因果啊不违背的。所以是不要认为求佛求神呢、啊，好像是神与佛就是一个什么一个阿爸一样的啊。说啊，你求了我，从此以后你的受造消这个罪恶啦，全部一件单了。还有呢，你欠了所有的人的钱呢，这个那些人不准找你，找你的时候啊，我把这些这是债主啊，我是揍他们一顿。那么这种多啊，不是啊，佛菩萨的这个一种形态了啊。佛菩萨的形态，不替人家这个挡债，而是呢，这是让人觉得有一个缓冲的余地，让人有缓冲的时间之后，那么这个欠人债的这个债户是不是啊？这个人要好好的努力的。这个人债务人啊，这个债务人一定是会自己努力健全他自己，建设他自己，成长他自己，使他自己更有更多的力量啊，来付出。这样子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一个这个债权人呢、啊，看到一个债务人，变成一个很有能力、很有钱、有很有地位，能够还他更多的，还他会更多啊。那这个时候还是很算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求佛求菩萨，跟因果啊不会相违背。如果说是这个不尊人家这个讨债，这个是错的。是，所以这其中自我的努力还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是，所以不能只光求佛菩萨，还是自己要努力的。求佛菩萨之后，还是要努力。是，非常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佛法的智慧。